翻工经常用 WhatsApp 同客人沟通，原来都有好多小贴士帮到手嘅。有个朋友自己开网店，用 WhatsApp 推广信息俾朋友，但一大段文字比较难表达减价嘅产品，原来可以用煲字或者删除航线嘅功能，咁就方便好多啦。首先输入星号，然后输入相关字眼，最后以星号作结，咁就可以煲字。接住我哋输入蛇仔符号，再输入相关字眼，再以蛇仔符号作结，咁就可以显示删除航线。最后以底线，再输入相关字眼，再以底线作结，咁就完成咗斜体字。希望呢几个 tips 帮到你呢。有冇諗过用 WhatsApp 都可以搵到工？大家只需要点选半贴纸嘅连结，系统就会带大家去到搵工快嘅平台。首先发送第一个信息，然后跟随系统嘅指示，再点选相关嘅工种分类，咁就可以搵到心水嘅好工㗎啦。